那请闪电秀讲者先在讲台这边集合。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年的闪电秀。请问这样大家看得到这个倒数计时的计时器吗？可以哈。那我等一下，我先讲解一下规则。等一下我们会有十位讲者，每位讲者会有三分钟的时间，然后我就会在他们打开他们讲报简报的那一瞬间，我就会开始计时。那计时到最后十秒的时候，我要请大家一起帮我对台上的讲者施加压力，请大家非常大声的帮他们倒数这十秒，然后在零的瞬间，我们后面制播组的各位大大们就会把他们的荧幕切掉，那大家就用掌声送他们下台，这样 OK 吗？ OK， 麻烦大家合作，谢谢。然后请我闪电秀的讲者们都到了吗？然后你们的讲者都放好了吗？简报我放好了。 OK， 好，那我们就直接欢迎我们第一位讲者。第一位是 Jason。 大家好，这里是摸娘与他的伙伴，这个是摸娘，我是他的伙伴，我是 Jason。好，那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来自于 MoCon。 MoCon 的话是一个坚持在浊水溪以南举办的 conference， 今年的话是在10月的15跟16，我们在高雄的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所以欢迎大家来高雄吃美食、逛街，然后来参加我们的研讨会。 OK， 好，所以现在这个右边的 QR code 帮我扫起来，从现在开始到晚上六点，你帮我们分享我们贴文的话，我们会抽出三张门票，所以先抽奖再来开，再来买我们的盲鸟票。然后我们一样的话有在招募志工，所以欢迎大家踊跃的报名。如果你不知道你要报名哪一个组别的话，也可以先报名，然后我们的招募组会告诉你说你适合哪一个组别跟主那个位置，这样子 ，OK， 好，所以 ，Hi，Jason， 给我的机会跟大家说说话吧。好，大家好，我是今年的猫娘，大家可以叫我 Mosby。好朋友们，一年多不见，有没有发现今年的我跟去年不太一样？因为我又燃起生机啦。今天跟新来的朋友们说声嗨。对了。大家知道 MoCon 推出盲鸟票 Podcast 活动作坊咯，我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和 IG， 回头告诉你，接下来我会不定期的直播，你可以得到第一手最新最热腾腾的 MoCon 资讯，还会根据不同的节庆有特殊的活动或小彩蛋，欢迎大家一起上来跟我聊聊天玩游戏。想获得第一手资讯吗？赶快来 follow 我，知道吗？知道吗 ？OK， 好，我再给大家两秒钟的时间扫描我们的 QR code。OK， 好，那我们今年的主题话，除了我们老本行的 mobile 以外，还有加入了 Web 3，那一样有我们跨平台的设计的议程，还有我们品牌的 UI UX 的设计，这样子。OK， 时间的话是10月的15、16。不过在这个中间呢，我们会有好几场的 workshop。那第一场 workshop 也已经开始在开卖门票了。那第一场 workshop 呢，是教大家怎么样自干一个 Web3 的钱包，听起来就蛮厉害的。扫描我们的 QR code， 开始你的第一场门票。OK， 好，最后的话呢，是我们记得要订阅我们的摸娘的 YouTube 频道跟 IG 的部分，还有记得报名我们的志工。然后今年10月15、16，我们在高雄见，谢谢大家。很可惜没有让大家施加到压力。那请第二位讲者 Sale 先准备你的简报。各位大家好，我叫 Sale， 那跟大家分享我去年不小心设计了产品，然后今年不小心点了专利的技能树，那我现在是发明家。那我叫 Sale， 那不重要，我只是一个会众。
那目前这有三个专利，那纯粹是为了解决现在的输入法很多一个键只能处理一件事的问题，那跟大家对机械键盘可能每个按键的调整都必须受限于那个轴键的机构。那这大概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其实你按键盘就是送一个讯号给电脑，那电脑去判断你输入什么东西。那我是从硬体的方面来做改善，那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搜寻这个专利。那这是结构，那主要是靠着半月形的结构，我这个键盘是可以传统的垂直按压跟倾斜按压跟三种按压，所以这个键盘在物理上可以实现的就是一个按键做三次，所以你可能可以做大写小写，甚至未来如果输入法可以支援这个硬体的输入，可能也要靠各位，那可能就是你可以在不切换的状况下在一个键盘上面实施三输入。那第二个是关于就是薄键的设计，那也是一样做三输入，那好处是说它多了一个推键，一样就是上压推键跟前压推键，这是结构。那还有就是特地设计一个凹槽，那有指甲长的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设计。那另外第三个是针对键盘的不线轴体，那这是结构，那这是可以设定键盘的预压，然后这是可以调整键盘的预压行程，所以这是键压跟键程 可控的，那不再受限于轴体。那这是设计。那另外就是我希望这个东西如果实施商业授权的话，我希望可以成为第一个个人赞助超过那个钛金级的，那也希望各位找我收授权。那如果大家要扫描可以扫描那个 QR code， 那纯粹只是为了让登记说到底有多少人对我这个设计觉得有点意思。那因为我是专利所有人，所以我当然在这边都是个人完全开源，那欢迎各位拿去用。那谢谢各位。今天的讲者都很会控制时间，那下一位请你先准备你的简报。下一位讲者是 Jeff。 等一下，好，开始。好，大家好，我是 Jeff， 在 Talentsoft 担任 SRE。 那我今天讲的主题是透过 HFRC Engine 解决 K8S 维护难题。那这是我们之前的架构，我们在那个 K8S cluster 前面有垫了一层 HFRC， 并且有用 Health Check 检查到每一台 Node 上面 Ingress Controller， 然后 Ingress Controller 是透过 Daemon Say 加 Host Network 方式，就是存放在执行在每一台 Node 上面。然后这样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个是我们的 HFRC 的 backend 很多，然后因为我们在那个下线 node 之前要先进到 HFRC config 里面把那一台 node 拿下来。那右边这张图呢是我们的其中一个 backend dashboard， 然后我们总共有维护八组 HFRC，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要下线台 node 的时候就是要修改每一个 cluster HFRC， 就非常麻烦。然后另外呢是我们公司有用到 gRPC， 但是然后因为 PD 那边有要求说有一些 service 要 monitor 到就是 monitor service 那边去，所以就 HFRC 目前是没有支援 HFRC， 支援 gRPC 的 health check。 那于是我在查那个 HFRC 的官网的时候，就有看到 HFRC 有提供这个 check engine 的方法，就是你可以透过一支自己写程式告诉 HFRC 的 backend 这个 server 是不是要下线。那他非常贴心的也有提供那个 Golang 的范例，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小程式。那这个程式呢就是会放在那个每一台的 node 里面，然后 HFRC 会去 call 这个 engine， 然后 engine 会先去检查，就是透过 Kub API 去检查这个 node 是不是 coden， 那假如是的话就直接回传 down， 然后告诉 HFRC 这个 server 要下线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这个 node 没有 coden 的话，它会继续去检查这个 ingress controller 是不是正常的，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保持原本就是检查到 ingress controller 的功能这样。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也顺便实现了，就是可以让 HFRC 检查到那个 GRPC。那它的做法就是，如果你有带那个 GRPC 的那些一些参数的话，它会去透过 Ingress Controller 去 call 到那个后端 GRPC 的 service， 然后来实现这个功能。那会有什么效果呢？就是它后来我们导入之后，就是会把这个 engine 装到每一台 node 上面，就是一样以 daemon set 的形式放在上面，然后 HFRC 就会去 call 这个 engine。十、九、来光速 demo， 右边是我们的那个 Rancho， 然后下线之后 refresh node 就会下线。一，谢谢 Jeff。好，请下一位讲者，下一位讲者黄宁上来准备你的简报。麦先给你。就打开，你的简报在哪？大家好，我是虚拟农夫，然后现在就读鲤鱼国小，大概长这样，很漂亮。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主题吧。我会先大概说明，然后再详细说明，然后再用图画来介绍，然后用整体介绍。然后做这个企划的主要原因是可以让大家体验农夫的乐趣，也可以让都市人更亲近大自然。但是假日就两天，农作还来不及长大，要怎么照顾？所以我们想要当一任虚拟农夫，帮从那些都市来的人照顾农作物。好，这样都市人假日时来当那个一日农夫，然后就这样玩一玩了。然后都市人的假期结束之后就回去都市工作嘛，然后蔬菜就会烂掉，所以我想要发明一个智慧的云朵，都市人就可以宅在家里用手机操控云朵，云朵告诉 Microbit 哪里没有做好，然后云朵跟 Microbit 都装上眼睛，谢谢。谢谢黄宁，好可爱，姐姐被可爱到了。好，那下一位讲者，等一下，千秋，那开始，等一下，好，等一下，好，开始。哦，大家好，我是匿名火龙果。对，然后大家如果说不知道就算那个开源粉源自行是什么东西，那你现在可以马上搜寻 Open 粉源。那这个是就放公司在那时候竞圈募资成功的时候，当初募资的时候就承诺说，哦，我们募资要回归很多东西，要回归社会啊。然后里面有一个承诺就是说要做一套开源字体，结果我们老板可能殊不知哦，这件事情其实很难，所以他就。但还是得做嘛，因为话说出去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对，所以最后就生出了这个就算本源字型。那这个字型其实是从小三元体稍微改做过来的。那其实这个字体原本是一个日本字体，然后我们就算团队就想说，哎，好，那日本字体可能已经有大概三四千个字，那我们再补一些繁体中文字，然后就是说，哎，我们就算交差了一个开源字体啊。哦，对，这个我帮我打码一下。对，然后。对，也不能说他错吧，对啊，然后但是好，结果我们拿这个日文字体来看之后，发现哎，其实出现很多问题，因为日文很多字的写法其实跟中文不太一样。那再加了不止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整个全部的字就全部都要审一遍，然后审完一遍之后，老板有点龟毛，又发现说哎，这个字体品质不太好，所以又帮他们原本的这个日文开源字体又修了很多的字，然后又改成中文的写法，就加字，所以哦，最后前前弄弄大概弄了就是8000个字左右吧。然后好，然后2020年3月的时候就试出了，然后4月更新了 1.1。好，现2020现在多少？2022年，那累积了33个issue，然后都很多什么不小心错字啊，什么不小心弄错，我可能当初点锚点的时候点错了一个字，对啊，
都到现在一个都没有回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段真的要帮我打码哦。因为老板就觉得说，吼，就是这种开源的东西，要是一个弄不好，可能会就让公司的名声有损害或干嘛，所以就完全不让我们就是在那个 GitHub 上用个人账号或是公司账号回 issue， 然后那个开源的账户也不是用我们的账号，是用公司的账号。对，那我现在是在这边就是先都偷回一下 issue 啊，对，这边他抓不到，其实我也离职了，所以无所谓了。对，其中一个就是说，哦，希望释出这个开那个原始档。那原始档其实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在字体，你可能以为说，哦，这个字就是哦应该要连在一起，但其实你仔细看，哦，不是连在一起。那这样子的话，你释出原始档，你是想要怎么样？因为说实在的，其实我们就是跟原本的外框一样的。那我们也有想说，好，啊，那我们就把所有外框合并之后，然后释出就那个 Glyphs 的档案。但老板又觉得说不行，这样有点太赤裸，所以他又觉得不行，所以就只能试出 TTF 啊，大家就自己转回去了，不好意思。10、9、8、7，那这个就算了。6、5，好，但是开源的，所以欢迎大家 fork。3、这个 fork 最好就是唐元体，谢谢大家。1，谢谢千秋。那下一位讲者 Rex Wu， 欢迎上来准备你的 PowerPoint。嗨，大家好，我是 Rex， 我是今年 PyCon 台湾社群，然后还有 PyCon APEC 2022年的招募组长。那今年的 PyCon 台湾负责筹备了在亚太区的 PyCon， 也就是 PyCon APEC 2022。那今年的时间是在9月3号以及4号，那我们是线上举办。那我们今年的 Keynote Speaker 有 PyBM Maintainer， 然后 PyCon APEC Organizer， 还有成大的教授，那还有几位我们尚未公布。那这我们今年有这么多的 talk， 然后今年我们除了主议程以外，还有着非常多的活动跟节目，有 Spring Young Inspire Open Space Lightning Talk Pi Night Job Fair Tutorial， 还有 Pi Case。现在说到 Pi Case， 各位有听过 Pi Case 的吗？如果你是我们的听众，那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以及继续支持。如果还没的话，手机拿起来赶快扫 QR code 帮我们追踪一下，快点啊！好，没关系，我继续往下。那我们最近一场有一个活动是那个 Sprint 冲刺开发，那时间是在8月14号，然后欢迎各位赶快报名参加，来写一点 code， 然后认识一下 PyCon 社群的开源专案。那如果你还没有买 PyCon 的票，你可以在今天晚上11:59以前赶快买个人票，以及如果你想报账可以买企业票。如果说你不想要那个我们的大会的纪念品，你可以买那个社群优惠票，就是我们提供给现场在座的各位，对，就是在座的各位才有。你只要用 Cost Cup Go PyCon 这个 coupon code， 你就可以买到比一般票还要便宜的社群优惠票。那如果说你想成我们的干爹的话，你可以购买个人赞助票，除了我们原有的纪念品以外，我们还会送独特的礼物给你们，给各位干爹。然后另外我们真的会非常感谢你，就这样。这样就结束了吗？当然还没。既然我是招募组长，那我势必就是来这边招募一下新志工啦。那为什么要当PyCon志工呢？当你一个人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的时候，你可以来PyCon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写程式。那如果你遇到 bug 觉得很烦，你可以在我们的猫狗版看到很多疗愈人心的宠物们。那PyCon台湾有什么组别呢？有这么多。那简单来说就是一些花钱的、数钱的、要钱的、画画的、写code的，或是规划的，还有像我一样找大家来入坑的。那讲了那么多，你心动了吗？可以先报名，没关系，你们先报名，然后我再慢慢解释跟介绍PyCon给你们听。我还有多久？10、9。好，那其他资讯可以在我们PyCon的官网上面看到，还有追踪我们的 FB 粉专，谢谢。4、3，哇。刚好压线，时间控制得很好。下一位讲者是 Kai， 好。今天大家都很会控制时间耶，这样。
对啊，没有玩到倒数，开始哦。大家好，我是 Kai， 我今天要介绍一下 Redeem Protocol。那 Redeem Protocol 其实就是建立在 Blockchain 上面，那它其实就是一个 Smart Contract， 然后它的目的是为了要把 Blockchain 上面的东西跟现实世界的商品或服务做结合。那过去一两年，就是 NFT 就是发展得很快速嘛，但最近也是很快速的，那大多数的 NFT 就跟网络上所嘲讽的一样，它就只是一张 JPG 没有错。但最近半年开始，有人会对 NFT 做赋能。赋能的意思就是，你拥有某一些特殊的 NFT， 你就可以获得一些特殊的权利。那例如你有 Ball App NFT 的人，你就可以参加某一个 Private Party， 或者是你拥有杰伦琼 NFT 的人，你就可以获得某一种特别的权利，比如说拿到 Food Panda 的折扣码。那这些都只是举例，它并没有真的发生。那这些赋能都还验证都还很初步，它初步到可能是寄一封 email， 然后你就拿着 email 去验证，或者是你荧幕截个图，打开你的手机钱包，然后看你有没有这个 NFT， 这就是简单到连我阿妈都会的程度，所以你就可以很简单骗过这些验证。那 Redeem Protocol 想要解决的就是提供一个比较可靠、solid 的 protocol 来解决这件事情。任何 NFT 的项目方想要对 NFT 赋能，你只要在这一层上面去写你的 NFT， 那你这些验证就可以。从这个 protocol 去解决，所以你就不需要担心这些事情。那Redeem protocol 就是刚起步，那需要更多人来打造这个生态系。那你不一定要是 NFT 的发行商，你也可以一起加入来开发这个 protocol， 想出更可靠、更有趣的 Redeem 规则 Redeem 方式这样。那这边其实已经有一些就是我们实际上开始的案例，像的。Brave Series 这个勇者系列，它就是用我们 Redeem Pro 第一个使用 Redeem Protocol 的人，你只要把你的 NFT 转到一个指定的 address， 它就会把这支实体公仔寄到你家。那又或者是像 Minverse 之前有空投 Food Panda 骑着优惠券，然后你只要拥有 Minverse 那个 NFT 的人，你就可以输入这个，然后到 Food Panda 可以打七折。那这个我已经用过，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然后最右边的这个 The Remain 这个球鞋就很特别，它玩法就比较特殊，它就是你拥有这个NFT， 你每持有90天，你就可以去兑换一双实体的球鞋，而且是终身的，所以你一年可以拿到四双鞋子。对，那最后介绍一下，我们就是 Redeem Lab， 然后我们就是致力于打造这个 Redeem Protocol。那所有想要做 NFT 兑换的人啊，都可以基于我们这个 Protocol 去发展他自己的各式各样的赋能或兑换协议。那目前也有很多 NFT 的那个。伙伴像 SoundCloud 或者是其他 NFT Project 跟 Redeem Lab 成为那个伙伴，那欢迎大家加入 Redeem Lab 一起发展，谢谢。下一位是叶子。嗨，我又来了。就是我这次要介绍的是 OSE Pass 开源贡献者票的快速通关。那不知道就是在开幕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拿着蓝色的看板在介绍，那就是 OSE Pass。那想必刚刚应该很多人都这边的参与社群都应该都刚讲过，就是 CoHub 是主场嘛。那刚刚 PyCon 跟 MoCon 都有在上海讲过。那现在的话，如果你有 OSE Pass 的话，那就是我们今年合作的 CCon 跟开抗的门票都还可以，就是上网就是去抢，就是还可以报名或是拿到优惠码。那猫抗的话，我们今年也会合作，就是我们会在拭目以待。那如果你现在还没有 OSE Pass 的，你也可以报名，就是来就是申请，就是还可以获得猫抗的一些福利这样子。那想必今天不知道在这两天就是有在下面一楼，就是 TR 一楼我们看到氮气咖啡跟刚刚有就是。记录组有提到的形象照，这就是今年 Cost Cup 提供给大家的 OSE Pass 的福利。那这些福利就是像氮气咖啡已经连续了两年都有了。那如果在这个炎热的天气来一杯就是冰凉的咖啡或红茶的话，你也可以现在开始就是申请 OSE Pass 就可以获得了。那要怎么获得 OSE Pass 呢？那我们就现在讲总是 OSE Pass， 那就是开源贡献者的快速通关。那今年就是由与 CoHub、CCon、PyCon APAC、MoCon 来合作，你只要提供一年以内的开源贡献证明，经由审核就会获得这些研讨会的邀请码或是福利，以及可爱的猫猫。那我们有接受哪些专案的申请？就是刚有提到一年内的贡献成果，然后公众授权释出的申请，还有公开途径
这些方式的专案申请。那我们有提供5+1种的就是东西可以来就是申请，像是口点贡献、文件的贡献，还有发艺术 PR， 还有就是策划推广活动或者与 Code Hub 这些的开源活动之类的，或者 Non Coding 就是作品释出，或者像摄影组这些就是照片这些释出的方式。那再来第6种神秘方式是参与 OCF 实习，你就可以就是一起做开源的东西，然后把你做的东西来投 OSC Pass， 也可以获得这个就是 OSC Pass 的资格这样子。那我快讲完，最后这样就是工商服务的时间，就是我们 OCF 就是定期定额捐款，就是希望大家的捐款就是让开源贡献快速通关，可以就是持续服务大家下去，就是 OCF 也就是服务更多的开源社群好伙伴这样子。那我时间应该没有超过这样。谢谢叶子。好，大家可以发现我们都很公平哦，没有对自己人就多一分钟之类的。好，开始。哦，他是于凯，玉凯。喂喂喂，嗨，大家好，我是玉凯。那我今天讲解的题目是来玩 Redcast 你的下一个 launcher。那我的 DRFD 是玉凯 YUKII， 然后我是 HackMD 的开发者。然后什么是 Redcast 呢？它是一个有点像加强版的 macOS Spotlight， 那它有个搜寻列，然后你可以快速的输入各种关键字去启动快速的功能。那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有一个 extension store， 那它是开放的一个 GitHub repository， 然后它的 Slack 社群非常活跃，然后你可以用 React.js 的方式来写它的 extension。那它就是有点像 React Native 一样，所以所有 Node.js 生态系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写 extension。然后它是 MIT license， 不过现在就只有 Redcast 能用，所以开一个坑，谁来做个开源版的吧？那你贡献之后还有机会拿到 T 恤，那这是我上礼拜拿到的 T 恤，那现在应该还在公海吧？然后我做了一些 extension， 那最近呢正在做一个 HackMD 的整合，那下面是快速的 demo。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团队的开启团队的笔记，然后开启自己的笔记，然后直接在 Redcast 里面开启笔记内容，然后直接在里面编辑它。我现在输入，然后等一下跑更新。好，那它内容就更新了。好，那最后就工商一下，我们现在 HackMD 有个人还有团队的付费方案，然后欢迎大家魔法小卡刷起来。那谢谢大家。是不是今年从5分钟改3分钟之后，大家都变得很保守啊，都不太敢讲了。接下来，已经到了最后一位讲者，最后一位讲者是谭。开始吗？好，开始。好，大家好，我是 TNT CHN， 然后我是一个产品设计师。我不知道这边的设计师有多不多，可以举手一下吗？应该是很少，对。然后我想要讲的题目是，如何把这个敏捷设计带入敏捷开发团队里面？因为我之前接触过很多其他的产品设计师，他们在敏捷团队里面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我们学到的设计流程应该是发想很多概念，然后慢慢就去收缩，然后就是最后就用一些设计方法得出一个结果的。但是这一个流程似乎跟敏捷开发的团队的习惯流程好像是完全相反的一件事。敏捷的团队平常喜欢去创造一些 user story， 然后把这些 user story 做一个完成。那如果团队已经把 user story 写好了，那设计师在里面应该要做什么呢？那很多设计师遇到这个问题，他就只想着处理 user story 这个问题，所以就乖乖的画图，然后跟着整个团队的进步骤做。可是这个就是这个流程跟我们学到的设计方法其实就是很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想到的解法是，因为我们的其实设计师不应该是只局限在一个敏捷团队里面的其中一个成员，设计师应该是要独立于敏捷团队，是一个在公司里面平行的一个存在，所以至少在团队里面，设计师可以先经由一些原型测试的一些方法，然后再利用 A/B test 去决定说这些 user story 的一些权重。另外在
在除了敏捷团队里面之外，设计师还要在另外一条支线去做这一个 custom map， 然后借由这些 custom map 去把整个公司的产品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变化。然后如此的话，就是不需要每一个敏捷团队里面都有一个senior designer 才可以完成这件事情。那我主要会讲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产品设计师，但是我现在找不到工作，因为我是一个 junior product designer。但是我看现在的求职网站，大家都在找 senior product designer， 那我就感到很纳闷，因为现在根本就没有那么多 senior product designer， 然后 junior product designer 都找不到工作，所以借由这个方法，可以让 junior product designer 在团队里面也可以做出贡献。那这边是我的联络方式，如果有人想要我去那边工作，可以这边联络我，谢谢大家。啊，谢谢我们的最后一位讲者谈。那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工作机会，记得介绍给他。然后我们再一次以掌声谢谢我们今天十位精彩的 Lightning Show 讲者。那今天的 Lightning Show 就到此结束，然后我们等一下会请总招来为我们 Cost Cup 做一个完美的结束。谢谢。